来哦，买了这一颗非常大的奶嘴，然后现在鱼儿在休息了，怎么办呢？我讲一盆多看它多好了，不要死了，先来对温了，哇，或者是放这边也可以啊，我一直跟它更加的水，现在说啊，这，就是这里。不好意思，开这么水呢，对对对，就是，哎呦，这海星个细呢，奇怪，对啊，这个翻沙海星来安尼，一直细啊，烂的呢，奇怪了，啊，先不管了。奇怪，翻沙海星怎么一直暴毙耶？怪事啊！到底是什么问题耶？哟，啊，这绝对是一种病。翻沙海星要死的时候，它整个。身体肿成像玉米粒一样，哎呦，奇怪，翻沙海星得了怪病了，身体长出玉米粒了，怪病。